打开电源，好，我们进行蓝牙配对，上面设定蓝牙，打电源打开，开始搜索，好，搜索到了之后进行配对，配对好之后它会有哔一声，好，这样子就没问题，蓝牙已经配对成功了。我们现在呢，来开始下载我们 K99，在 Play 商店呢，我们下载一个 K99，掌上 KTV 的行动客户，啊，现在看搜寻到了，那我们进行安装，接受。好，安装好了，我们开启。我们现在开启 K99 行动客服，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欢唱。欢唱呢，在最下面这边，我们把它点击安装，软体安装。在左上角这边有一个软体安装，点选看到天籁 K 歌，就直接看你是什么样系统，你是 Android 系统。直接用快捷键，我们拉到最下面去。快捷键，把画面拉大。你是 Android 系统的天籁 K 歌啊，再把它点大一点。天籁 K 歌直接把它点下去，它就进行安装下载。现在脑的画面呢，就会看到有一个。天籁 K 歌在下载，在下载的时候呢，我们等它的时候，我们先到去设定，设定有一个安全性，安全性呢有一个不知来源，把它打勾，打勾之后呢，我们再拉到刚才前面这个在下载，这个已经下载完成，把它点击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进行安装。好，完成之后，我们直接把它开启。啊，第一次使用呢，我们把它画到最前面，压中间，中间这个地方开启。好，点歌的时候呢，只要输入歌星或者歌名都可以，然后进行搜索。啊，从云端呢，它立即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歌。如果这些歌曲不知道名字呢，你可以来到外面呢，来这边快速点歌。啊，你要男歌手、女歌手，直接进来，啊，直接进来就可以点你要的歌星。啊，看到你喜欢的呢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。啊，这个已经下载完了，我们直接用 KTV 的模式，用 KTV 的模式就可以来欢唱。那现在连接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唱歌。你问我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那你可以利用机器的本身。让它达到一个半唱，哦，唱不上去的时候，可以在上面呢用升降 key 的模式来进行欢唱，哦，那预祝各位呢欢唱快乐，谢谢。